题，抱在一起暖暖的，很贴心。 RV 第一时间发来合影致谢了我们在15日晚举办的第28届首尔歌谣大赏颁奖礼上 Red Velvet 获得了本赏。随后官方爱更新了一组成员们的后台合影，即使是 All Black 造型也抵挡不住的可爱感。抱在一起的红贝贝又酷又可爱，在首歌获得本赏了，真的超级感谢我们 LUV 2018年的回忆，就像走马灯一样转瞬即逝。因为有一直在为我们应援的 LUV， 2018年有一个幸福的结尾，2019年的开始也是伴随着很好的气运一样。为了大家的开心和幸福，我们也会好好工作，回报给各位好的歌曲。2019年也一起加油吧。原标题抱在一起暖暖的，很贴心。 RV 第一时间发来合影致谢了我们在15日晚举办的第28届首尔歌谣大赏颁奖礼上 Red Velvet 获得了本赏。随后官方爱更新了一组成员们的后台合影，即使是 All Black 造型也抵挡不住的可爱感。抱在一起的红贝贝又酷又可爱，在首歌获得本赏了，真的超级感谢我们 LUV 2018年的回忆，就像走马灯一样转瞬即逝。因为有一直在为我们应援的 LUV， 2018年有一个幸福的结尾，2019年的开始也是伴随着很好的气运一样。为了大家的开心和幸福，我们也会好好工作，回报给各位好的歌曲。2019年也一起加油吧。阿嘎 YERI 也通过官方爱上传了一组自拍美照，祝贺了我们得奖了。 Luby 真的真的祝贺你们得奖了，希望我们都吃好睡好，获得幸福快乐吧。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昨天的妹妹 VS 今天的妹妹，还是同样的配方，同样的可爱。文 My Rom 酱翻译 MANGOKSCP 图爱。